翻译不错，爪 TV， 什么爪 TV， 哪来爪 TV 呀、啊？哎，是不是透露你要去哪里？没有，没有哦。想回到爪 TV 是不是？没有啦，先试试水温。哎，你之前也有一段时间是在爪 TV 啊？有一年对啊，所以你的身份多变哎、欸。对，你算浪人。对啊，又可以我是个流浪汉，又可以同一，又可以中性，中年还可以去台被裁员的流浪汉，所以我什么都可以。好了，来了，哎，来，你先折好不好？你先折好不好？一人一次，一人一次。我已经折了很多了。好了，这一趴我们来聊台湾篮球哦。台湾篮球上个礼拜周末哇，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你一定非常好看，你笑什么？你笑那么开心干嘛？好了，我们先来聊 T 好不好？现在最大的两个职篮联盟，当然就是一个是 T1， 一个是 Plus League 的 P 加。那我们先从 T 开始聊。哎，注意，麦卡贝有转播，要准时锁定哦。好 ，T 呢，在上个周末呢，其实先来聊一下今年赛季一直打到现在了，我觉得最令人惊艳的球队，你会想到哪一支？绝对就是台南台钢猎鹰，是吗？对，看起来是不能因为亲戚关系所以说海神，海神是让人觉得有点意外的失望。但我觉得其实这个赛季初就有一点定调，他们不可能像上个赛季那样，因为怎么说，就是把亚外的这个资格去取消，因为他们去年最大的优势就是其他队的亚外都是打得蛮烂的，对，然后甚至还不用，对啊，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已经注定了他们这个赛季的战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台钢如果说他起飞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整个大换血，因为他们上个赛季打的好球员，这个赛季根本几乎都不在，没有人啊。上个赛季有谁？就你上个赛季买的新秀的球衣都已经可以把它画起来了，那种概念。等一下，上个赛季有谁啊？上个赛季刘俊廷有打啦，打蛮多的。对，然后龙鸿源你记得吗？啊，龙鸿源队长，龙源队长，对，龙源小柳啊，啊小柳，对啊，所以你看这个赛季真的哎，然后全部都换。上赛啊，杨将 Garcia， 对，对不对？ Garcia 还有谁？还有 Artino， 对啊，基本上就是靠 Artino 在撑。对啊，所以说，所以基本上这是两支完全不一样的球队啊，对。所以比较像是，那你就要肯定球团的行为，高层的行为啊。Mone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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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绩排名啊，就是在 T1 联盟现在的战绩，第一名的当然就是之前拉出一波非常长连胜的中信特工，哦，18-4，哇，这个胜率有点夸张哎，打22场比赛赢了18场，领先第二名的台钢猎鹰是3.5场，但是猎鹰因为最近也是一波连胜哦，所以冲上来了，然后再来就是去年的冠军海神。高雄海神目前落后第二名是有3场，哦，其实也不少。那再来就是这个台啤英雄，然后太阳跟云豹差0.5场。那七万的这个季后赛的赛制是5-6名要先打，对不对？然后获得哎不对是这样吗？应该是4-5名。四五名，六个有五个六淘汰 ，sorry， 六淘汰，四五名就是第五名还有机会可以去挑战第四。对，那挑战的方式是第四先拿一胜。对不对？去年是这样嘛，先拿一胜，然后你再想办法三战两胜当中再来分胜负。好，所以这是 T1 的这个赛季。那目前的状况现在看起来，云豹还有点机会，对不对？云豹如果追上太阳的话，就变第五名，然后他们就可以去挑战第四名。目前现在看起来是台啤英雄。好，那讲到今年这个让大家，我反而觉得说特工其实也算是一个对啊整合蛮成功的球队，对不对？而且就是。他们好像今年赛季就是要打那种所谓的欧陆球风嘛，然后就找这种比较灵活性的、有外线的这个洋将们来，对，跟然后都长得一模一样，对对对对对对，超难记的，超难记的。其实我有天生我也看不出来，哎，到底是谁？之前还走了一个，不然有一个，我记得是左撇子的射手，对，有一个射手有什么朱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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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莉，三个超像的，基本长得都是一样的，对对对。我上次有一次接他们的活动也是，介绍艾德，哎，哪一个？而且看起来不像是打篮球的，就是他们如果不穿球衣，哦，那种外形，如果穿一个，只是一个很高的，很高的人，阿兜啊，对对对，杰森，就是没有什么杀伤力啊，你不觉得他是打球？对，但是他在球场上面是蛮好用的，对啊，对，而且今年又有那个曾文鼎，对，然后魔术师李伟汉，对，也打得非常不错，所以我觉得今年的 T1 总冠军赛。会比第一个赛季要来精彩很多，因为去年其实没什么悬念，
对对，真的没得悬念，好像没有打季后赛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对，就是说太阳也没有什么球星啊，对，然后就被他们杀进到那个总冠军赛，会觉得卡总啊，对，那是卡总啊，桑尼啊，对，卡总桑尼啊，对，跟桑尼来到 P， 感觉跟 T 在差异上蛮大的。差蛮多的，你觉得差最多在哪？我觉得是打法上面吧，因为太阳去年就是都给洋将打，对，所以他可以尽全力发挥。但是来到领航员，第一个他们上场时间又没有到非常多，对，然后又要走一个团队的球风，对，对啊，所以有点影响。而且因为规则不一样，对啊，对啊，规则不一样，洋将的使用限制，那个对，就是在 T 的规则比较松一点，所以让他们可以尽情的去使用，但是在 P 这边就比较紧一些些。好，那。不管怎么样，今年赛季看起来好像台钢猎鹰是换了一支球队，然后战绩也打出来。对，所以这一点我又想到，他找了布拉莱跟德古拉，对不对？这两个之前都是在另外一个联盟 P 打的，对对对，对不对？但是结果都被 Thank you， 一个是富邦不要，一个是工程师不要，对不对？然后结果两个现在组成这个拉拉三连线，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对啊，对啊，那所以你就会，那当然，因为富邦勇士还是总冠军嘛，那你刚刚可以说我的打法我可以改变，我还是赢球。可是工程师我就有点不太了解了，明明他们靠布拉，然后可以打到例行赛的第一名，结果现在还把布拉送走，然后陷入一个超级连败的低潮，然后现在甚至有没有季后赛打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布拉这一点，你看到台钢多好用。小吴，你觉得？我觉得是氛围。什么是什么氛围？氛围、就是、好抽象。对啊，他什么？他能打、啊，但是把他 thank you 掉，那就不是实力面的考量了。交女朋友？网络上一大人在讲啊，说他交女朋友、啊、但确实这个赛季初他的状况不好，可是我觉得应该要有点耐心。当初 thank you 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要有点耐心，因为你花了一年半打造这支球队，然后找的人都是围绕着他，对对，然后突然把他 thank you 掉了，那球队就比较阵痛期。对啊，然后现在你又留下泰勒，一样又是要，对，又要打大字，又说自己太小，对啊，所以这蛮尴尬的啊。啊那台钢呢？台钢纯贝你怎么看？以现在这个有没有机会冲击总冠军？台钢我觉得是有希望的，完全只有希望。嗯，然后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是不是因为那个另外一个很高的是吧？我忽然发现阿修罗吗？我发现你头的那么小、啊，阿修罗，我头显得很大。我头在旁边写非常大，帽子的关系、啊，帽子的关系。对，你说阿修罗，对，我觉得关键是他。对，我觉得台钢猎鹰的关键真的是他。就一方面是他，如果有看明星赛或者什么，他是一个非常会带动球队气氛的人嘛。然后他在场上其实是很积极的一位球员。对，相较之下，我如果拿跟布拉佩之前跟布拉佩的阿提诺来说，我就觉得阿修罗的存在是让布拉可以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没错。而且阿修罗他可以投外线。对，对，就、我觉得他本来外形看起来就是不是那么灵活。他刚来说，我看这应该是个苦工。对，我也觉得，就是抢篮板。他长相不像是很强的。对对对对 对，然后就我靠，球风这么全面呢。对啊，而且打球其实蛮聪明的。对啊，就是能投、能切、能策应，就是说他是动脑筋打球。以为是保全，哪有那么夸张、啊？没有，因为他以前是保全。哦，他来之前在美国当保全。真的吗？真的吗？他那时候退休去当保全，然后当一当又决定再来打。对，哇，那真的是再生、欸，真的是找到第二很高的保全。高的保全，我知道台湾找人家要去哪里了、啊，去美国的银行绕几圈，银行或是图书馆之类的。所以印钞车这样子，打球之后就先去那边。要找杨将就去那边找，这样比较快。哦，对，等等一定会讲鱼轮啊，别急嘛，我们等一下一定会聊到的啦。对，所以对你讲到关键、阿修罗再搭配拉拉山，所以你认为今年他们是绝对有机会来冲击、就是他们跟特工。这两个是我觉得真的很难说到底谁会赢，谁会拿冠军，因为这两个就是最稳，然后阵容调整的最好的球队。所以海神完全不在你的考虑当中。因为我觉得现在海神其实缺一个三号嘛，然后刚刚讲到那个 Brickman， 他占了一个洋将的缺，可是他配库萨斯很强没错，可是他们现在就是把球都分给本土，但是本土今年的表发挥真的没有很好，没有那么好。对，那就会像去年会有很大的反差，就是在本土发挥不好，然后又少了一个那个另外一个洋将的关系。他们现在把那个之前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找回来，是不是就像你说的，要补强这个位置？他们是有说是这个用意，但其实他们本来是要补大洋这样。哦，是哦。对，但是因为来不及，所以才找他回来。而且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他们第三名可能在季后赛第一轮就要对上台钢，对不对？那就是要想办法解决内线的问题嘛，因为内线那个台钢主持人看好台钢吗？我。纯妹刚刚说台钢就是有机会，因为台钢的禁区是真的蛮恐怖的。对，没有。然后，因为特工刚好他的弱点其实还是比较偏禁区。嗯，对，特工的就是阵型来讲是比较偏禁区。然后，我觉得台钢另外一个蛮厉害的地方是我们没有想说可以有三个这么大的洋将，然后打出这样子。对，因为跟现在的篮球整个一个走向，它是背道而驰的。嗯，对。可是，一方面，因为他去年台钢几乎没有。去年台钢，我想想，去年台钢有谁？我们刚讲的、啊、小柳啊，龙宏源啊。去年台钢控卫哦，刘仁豪，现在刘仁豪对去特工，一下下特工对，然后刘仁豪也是对，就是去年等于说刘仁豪，他几乎没有控卫，他今年有李汉生，然后又加古毛，还有那个吴彦伦、简伟如啊，哦对，吴彦伦也有对啊，对，然后整个他们就是变成，我说不上来，就是大洋这样都走很慢。但是他们速度没有变慢，本土一抓到篮板全部往前冲，然后都冲超快，然后就看对方都退防不及，然后奇怪，这不完全是小球，因为他的大洋将没有跑，我常看布拉就讲就 I'm tired， 他在几乎台要换人，然后就那种摇头 tired， 对，你听他自己說，我听到，因为我听得很清楚，我觉得那位置真的很恐怖。因为两边的教练讲话，我球员在那边叫嚣，我也听得一清二楚。那下次我给你一个 GoPro， 你帮我录起来，然后我放到我的频道可以吗？欸、可以，应该是分润，我再分你。大家都很想知道，不要说是你录的就好了，那个视角不要说是你录的，但你已经讲出来了。哇，可惜了。还啊，我。你叫姚彪帮我好了，我当一个和事佬嘛，对不对？你把那个叫姚彪跟胡永茂的关系修复办吗？你是每场都到吗？接下来？没有，四月好像就只有前两场，目前是这样。那姚彪是每场都到，他所以你把四月前两场交给姚彪，让姚彪去录嘛，然后再让姚彪交给小胡，对啊，他可以借机认识。我们真的可以在节目上这个直播的时候这么多人，可以，到时候流出就知道要找谁。对，没错，我已经失业。对啊，你看还有吕继儿啊，还有胡凯翔，对对啊，所以其实人真的还蛮多的。对啊，然后海神。就小胡刚刚有提到，因为那个亚外的那个制度去年跟今年不一样，对。然后 Brickman 还是很强，库萨斯其实我觉得他真的还是很稳定，但是他们原本的第三个洋将波汉能，他就没有像亚历山大有这样的一个移动，他就更真的就是我原本预期的阿修罗，他就是一个禁区的一个苦攻，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本土我觉得不错，因为今年他们有时间磨练邱子轩。然后吴小景其实，邱子轩今年真的不错，圈的很多迷妹，而且我觉得他有球星的那个架势，对，对。但我觉得差别是在林任宏的报销啊，对，这个就是少了一个可以防守的本土的三 D 球员。其实好像就是他报销之后就开始就比较走下坡，就跌到现在这样。对，因为他真的在防守端，对啊，大家比较不会注意。印象中 SBL 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林任宏了，那个时候他真的也没有特别的出色，或者说名气特别大。但是我就发现说这个球员很好用，他三分也可以投，对，然后又有高度，我看他，对，然后也可以防守，就是其实蛮好用的一名球员，对 ，OK， 好，那小胡咧，你觉得今年？我觉得我还是看好中信的，因为如果说打到季后赛做针对性的防守的话，我觉得中信的第一个替补比较强，对，然后他们后卫线能用的人非常多，而且功能性都很好，然后再加上整体来说，我觉得他们的球风比较不容易宕机，然后后卫经验也比较好，对啊，那台钢这边禁区就一定是他们的优势，可是如果要讲整个联盟的话，的确中信是最能用外线惩罚他们的球队，对，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如果打到冠军赛一定会蛮好看，就算是一个极致化的球风。没有人看好台啤英雄这一支被誉为，其实我觉得你是在什么？你是在 cue 借将的事情？不是，我觉得台啤，我本来看好他们，对，然后嘞，但是他们主力的助理教练被禁赛了，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啊。你看好他们什么？我刚好气势上面呢、啊，气势上面可以赢嘛？那帮球员会怕是不是？对啊，他现在又要唱 Super Idol 的笑容，就、欸、那都多久了？那都多久了？他很红哎，他很红，他很红。
哦，对啊，台皮现在有塔壁耶。对啊，有塔壁耶。而且那个新洋将科欧斯是不是也很蛮厉害的哎。可是我觉得台皮有一点像是之前的领航员，就他们的球员甚至比领航员还顶。可是去年的表现就没有，加上今年这个例行赛的表现，你就会消耗支持他、看好他们的人的那个耐心。嗯，对啊。好吧，还有痛风代销。领口袋子你真的很强，领口小袋。我们现在快200人了啊、那个对啦，有人说台啤有这个调兵遣将，我觉得教练当然也是个很重要的一环。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台钢。为什么刚刚我们讲到说有拉拉山、有阿修罗这种算是三支比较大支的洋将，但他们的球风不会因此而暴露说我就是慢，你用快来打我就是可以。就像富邦勇士跟去年的新竹工程师这样打，我就是全职选我打多快一点啊，我用速度拖累你啊，好像蛮成功的。可是台钢不会这样子哦，而且甚至他也可以打快哦，然后后卫几个都超快的，所以我觉得刘梦竹教练在今年把台钢猎鹰调整得非常好。我认为这是教练的功劳了。那当然就是整支球队球员也都很努力，这当然是。可是说真的，但是我的看法比较像小虎。我认为中信特工为什么他说不容易失常，因为他们没有就是完全去仰赖的球星。就是说他们有手上有球星，有林伟汉，有曾文鼎，有阿巴西，对，谢亚轩。但是因为他们有太多这种，就是他们不像某一个人，就是说我这就是谁的球队，对，当然一个档机就没有。对，另外很重要，可林伟汉受伤的时候谁顶上来，对不对？他们有人的，林炳胜、郭家豪其实都可以的，对不对？然后射手群也是有人在准备着，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等于说是，如果你画一个五角图的话，他们是每一个项目应该是最平均的啦。对，我觉得这是我跟小胡一样看好中信特工的原因。好，那今年的 T1 呢？当然，相信季后赛应该也会非常的精彩，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麦卡贝的转播。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借将问题嘛，你刚 Q 了借将，龙蛋有啦啊什么龙蛋有？不是你 Q 的，不是我 Q 的，就是我们还是要聊一下上个周末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云豹对上台啤，原本就是要逆转了，艾夫伯哇，几个夸张，这个 crossover 拔起来三分，一直进，一直进，一直得分，对不对？我们有这个精彩的影片带大家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上一场那场云豹对上英雄的赛事哦，有几个 play， 包括像是吕菜，然后另外还有郑伟。然后另外还有艾夫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最后的读秒阶段，那吕菜拿球之后呢，直接接球，在还剩下五秒钟左右的时候，在胡林突然投一颗，我觉得他投那一颗，对上场上四名队友全部都傻了，对，全部都傻了。那艾夫伯，我觉得他一直在忍呢、啊，我觉得他快爆发了，你不觉得吗？他感觉他在忍啊，他可能想要把那个枕头塞到嘴巴里面，这样大吼个几声，因为他现在爆头嘛。然后 Howard 也是，就是 What， 就是完全搞不清楚，对。然后这个就是最后那一球，对，但那球投进也是差一分的、啊，嗯，对。可是所以你就知道艾夫伯还有前面那几球就是。他的状况非常好，对，在第四节基本上可能就是要一个人来拯救球队了。那你在这个时候还不好好的当配角，去想抢当主角，这个 play 到底是怎么会这样子发生？我会觉得让大家比较不能够接受的。然后还有除了刚刚吕菜的那一球，郑伟有新发型的郑伟，其实他这个上个周末打的是不错的，但是他也在那场比赛有一球，就是让 Howard 是。出手选择对，莫名其妙说，哎、你为什么这忽然投出去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本来看 Howard 要过来跟大家做 two man game， 结果他就直接拔起来出手，在时间还有1分10秒左右的时候，所以你看 Howard 这个动作就 what 也是让这个两位洋将都有一点。其实说真的，以现在云豹这两个洋将的组合很猛哎、欸，很猛啊，很猛哎、欸，一内一外这样搭配很猛哎、欸。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本土搞不好打不赢正大、欸。没有，我是说昨天那一场啊，昨天那场，因为我要讨论这个比赛，我就把那一场的登录名单拿出来看，因为他们很多伤兵啊。对。那就那一场的登录名单，我认为是打不赢政大本土，对啊，所以感觉最后面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应该说整场比赛都有关系，因为他们用本土替补端好像只用两个人吧，整场比赛只用两个替补。对，替补好像一个是。刘元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吕菜，
不是，吕赛，不是吕赛，吕赛是真的最后才上去。所以我黄医生，对，是黄医生之前在云豹也是打不太到的，打不到球的，对啊。所以那天，因为他们现在好像有人受伤，对不对？罗振峰受伤，要不然罗振峰应该还会这样。然后还有卢杰敏，对啊，对。可是那个，我觉得那要追回到那时候是真品富六犯毕业，对，才换他上来，才换上。所以说，其实那时候他们就知道要用犯规战术，那是不是应该把真品富换下去，然后放一个没有犯规麻烦的上来？因为你只是要犯规战术嘛，对对，对吧？可是他没有换，等于说真品富毕业以后，那你不用陈孝荣，你不用刘仁凯，然后你用一个整场都没上，坐在旁边。其实说真的，整场都没上来，你要干嘛？你就是要犯规啊。对啊，对，你绝对不会是要处理球的啦。对，绝对不会是要处理球。那怎么会出现最后的那个状况？当下我们刚刚看到，其实，主播球评刚好都是我的。你说张扬吗？张扬跟伯伦，李伯伦教练嘛，对，都是我的，都我跟他们都搭过啊，对啊。风为什么会这样吹？就是因为太张扬了，就是比赛这件事情太张扬了，所以是你张扬，很张扬了，风都吹起来了，所以张扬只能张扬了，张扬的多啦。那场比赛，其实我说真的啦，我来播那么久，我也没有看到张扬跟李伯伦在播球时候有这样的反应。一个是说完全傻眼，一个傻眼，然后伯伦还说确定呢。对对对对，那一句话，我觉得就是怎么会转播出现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两个人不敢置信，怎么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而且是在一个所谓的职业联盟，所以这就会让网络上面就一堆啦，就一堆就开始讨论的，传被你觉得关键，或者是说你认为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怎么感觉混乱？我帮吕蔡说一点点话哦，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点，他 IG 已经关了，对他今天 IG 关掉了。我觉得他有点可怜的是，他其实一整季为云豹只打了五场比赛，然后我记得总共也不到五分钟。然后他在那场比赛是最后16秒的时候才被换上来，一整场只有16秒上场。对。然后当时我记得只是要设定他上来犯规。然后但是可能没有犯到，然后最后他留在场上。然后他又是第一年打直篮，然后只16秒上去，你可以叫他做什么？他没办法做什么。然后在一个很紧张，然后又很菜，然后又没搞清楚状况的情况下，他。也没搞清楚到底秒数剩多少，对，然后最后是一个很烂的处理球。我觉得他就是错在投出那颗球。假设他今天失误收场，可能骂声还不会那么大。对对对对，只是说你这个就是关键时刻怎么会来处理球这样的。对，然后再加上张扬效应，再加上魔兽，你比我干嘛？对啊，张扬，难道是跟你有关吗？他的好朋友张扬，然后再加上因为是魔兽，你刚广告不是这样讲的、啊。你刚讲到张扬是讲什么？好了，我就输了啦。你刚刚讲张扬什么？對啊、我说张扬自己打球也是打架。其实伯伦就是未来的吕蔡。所以伯伦教练如果看到张扬打球，说确定耶。应该叫伯伦教练来看一下新闻杯。确定耶。不然每个礼拜去中正就看得到张扬。难怪他反应那么大。他打球就是这样，所以他打新闻杯啊，但他没想到这样子打还打到职业。他一直说我也可以打职业，他就是有点分分不平，我在新闻杯就这样打的、啊，为什么职业可以这样打？好了，这当然是让大家有点就是莫名其妙。那个嘞，小虎你怎么看？以一个专业球评的角度，你觉得吕蔡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他，因为大家都说他想要当英雄，但是取谐音啊。就是台啤英雄，他想要当英雄，但我觉得就像刚磊哥跟纯贝讲，就是紧张啊，因为那一球仔细来看，那个战术绝对不是画他出来接应，因为他出来接应那边已经很拥挤了，不可能创造机会，对，所以我觉得是他根本没有按照战术跑，然后所以接到球的时候他根本也不知道艾夫伯在哪里，所以真的就是紧张，脑筋一片空白啦。可是前面就派他上来犯规，正常来讲你应该要把他换下去，你输三分，你换个陈孝荣上来也 OK 啊。我好奇是吕蔡之前有打吗？不是，我不是说那场，之前的比赛很少，借将之后，总共三分多钟，对啊，然后所以你在这种追分的状况，然后现场那场应该也有个8000-10000人吧，对啊，对不对？我个人其实觉得教练团真的在调度上，还有整个云豹的状况。对啊，这个可是没办法，张扬这个风吹起来了，谁还管教练呢、啊？就没人在管教练了、啊，对啊。不是啊，他们会输球又不是只有这一回合所造成的。
当然，当然，没错，我觉得大家好像忘记了，对，好像把这件事情太扩大了。嗯、当然，只是因为最后的这个处理球让大家有点真的傻眼啊。对，对，要帮吕菜说话吗？你也要帮吕菜说话。我其实认同纯佩跟小胡讲的，因为紧张。我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球员他板凳坐那么久，在这种时刻，他有些时候上来，他应该会瞬间会断线，对啊，一定断线，因为脑袋空白。然后我其实比较。我有一个点，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吕菜他其实当初报的选秀，他三个联盟都有上啊，对、嗯，那最后去台平英雄，可是去台平英雄，他既然已经加入球队了，也没有我没有感受到说他真的有被放在轮子，是被培养，没有啊，所以现在才被借将了。不是你借将，那我想说，那以吕菜的一个当初的一个能力，他的身材为什么会被三个联盟？对，那他到了云豹。云豹也不用他，嗯，那你到底就是，我就觉得吕菜很像是一个皮球，他就是被选到了，可是台皮好像没有空间给他，没，那我借给云豹，因为云豹可能本土的一个锋线没有那么的完整，嗯，可是云豹也没有在必要的时刻，我说也可能必要时刻是指可能让他可能每一场比赛有一个稳定的出赛，嗯，对啊，他只是他生气。不用我就展现给你看，哎，我终于拿到球了。应该不是，然后反正我这个赛季打总共加起来也不会五分钟，我要有点版面。反正我六月起，我六月就走回对面了吧？对，太快，我豁出去了。对啊，我是觉得他对他来讲，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的公平，因为他其实没有，我好像觉得这两支球队没有他的一个使用说明书。那为什么你们当初要借他，要选他？啊，对，对啊，对他好像有点不公平。我记得我还有看就是那个台啤他。就是哈总小哈哥还说什么，就是有一篇文嘛，说哦为了签吕菜我都睡不着。啊，可是对，可是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他签的时候还拍了一张照片。对啊，但是签的、啊、他没有被放在球队的一个轮值当中，一直一直稳板凳。是，对他我知道他上半季好像有一点伤，可是应该不至于完全都就是一直 DNP 一直 DNP 或是没有登录，我就看不懂。好了，但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这个。对于吕菜来讲，应该是最难熬的时候。对，那当然球员还是要想办法振作起来哦。就是不管你在碰到什么样的低潮，前面的路不会再更糟了哦，一定是可以往上爬。所以不管是在 T 或者是在 P， 这个打拼的球员都可以继续努力。哎，我们没有聊到 P， 时间不够。好 ，P 我简单讲一下，就是上个礼拜我播了一场林书豪得了38分的比赛，对，所以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那我一直都觉得林书豪来台湾是台湾球迷还有球员的福气，对，因为林书豪他把 NBA 层级的打法带来的台湾，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球迷跟球员真的可以好好的来看，不见得说他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但是他一定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看看，我们去学习。好，这是在今天台篮的部分，那我们等一下呢要回归到纯佩最期待的小游戏啦，我们休息一下回来。